特别害怕，特别的害怕，还有恐慌啊。对。啊，在我身边和我面对面的就是病毒啊，就是确诊的。所以想一想那时候啊，其实我也很害怕啊，特别害怕，因为啊，国家也没有经验啊，那医疗这个行业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一路的摸爬滚打啊，我们医院一共是七个批次到疫情的一线，那我连续进了四次啊，到第二次的时候就游刃有余了。啊，哎呀，病毒我不怕。啊，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对。那今天晚上你学完之后，你就会知道啊，现在的你更不怕了。它虽然一直在变异，但你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怎么变异，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打疫苗可以那个的，今天打了啊，不打啊都可以啊，但前提是你是很多人打了疫苗，是不是心里也非常没谱，对不对？对。啊，在之前你学完，你心里更有没谱了，你不打你也很有谱。啊，所以呢，啊，就觉得特别特别有感触。那这个片子啊，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觉之后啊，我们是不是开篇出来说70%的人处在一个阶段？负责任。那我相信，反正我是处在这个阶段了，就是亚健康，我就是在这个阶段。那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人，是不是现在我们都在这个阶段？你是选择往左走呢，还是选择往右走？往左边呢，就是健康；往右边就是疾病。选择权是不是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对不对？对。那今天晚上呢，都是医务工作者，只是这两个医务工作者差距也非常大。啊，你们平时去到医院看病，有没有挂过院长的号？没有。有没有说，哎，我给挂院长的号，让他出来给我看病，有没有？没有。哎呀，你今天晚上能听到院长来分享这一堂课，你就赚大了，对不对？对。因为健康本身，你快快乐乐的，是不是健康啊？也非常重要，是不是？对。啊，完成了四分之一。如果你心态特别好，今天晚上啊，你过来来到这里面，你会觉得，哎，这个环境特别好，哎，每个人都特别特别的，对我都特别特别好，又热情又怎么样？那你就完成了健康四分之一的使命。那剩下的四分之三啊，那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是不是越来越健康呀？对。啊，所以看到这个片子之后，看到高血压的中国接近2个多亿了。持续往上暴增，暴增跟年龄是无关的啊！一个人啊，也可以在还这个20多岁的时候，甚至我有见过在19岁有一个高血压的，血压很高很高啊，走过来像一个球一样的，不仅是血压高这么样的简单，是不是？嗯。所以真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啊！那我就因为我在医院工作，我就讲一个医院的例子，好不好？好。啊，好多人还不认识我是吧？那我姓王，语言的言，智慧的慧啊，在医院工作，在临床一线工作14年的时间。啊。啊，你想这个年龄，嗯，是不是知道了啊？差不多了。对对对，一直啊。哎呀，对，一猜原来这么开心哈，真的，这要多讲一下。嗯，啊，大学毕业在这条路上一直工作到至今，啊，看过不正常的太多了，看过正常的太少了。哦。啊，去医院里是不是正常的？好像不太会去医院。对。都是不正常的。啊，所以呢，啊，这4年的过程当中，看过形形色色的病人，啊，年龄最小的有到85岁的，年龄最大的有100多岁的，啊，100多岁不想活。啊，以后活到100多岁很难，我相信哈、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啊，特别特别难。可能在我们的祖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多少钱可能还有这个年龄。但是，对于现在的牙医方方面面来讲是很难的。但如果今天你是不是学什么会什么？对。啊、那我学医是不是我就知道医疗方面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来是不是学健康的，对不对？对。啊，那你相不相信你学了健康，你才有健康的可能？对。啊，如果今天你不学健康，啊，那肯定是没有可能的，顺其自然。啊，疾病顺其自然的过程，那一定是越来越不好的。那身体顺其自然的过程，一定是越来越不好的。那今天这个课题就很感兴趣，人体使用说明书，对不对？对。啊，那你家里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手机现在拿着的，是不是都有说明书？对。啊，电子的产品是不是都有说明书？啊，家里的各个的，甚至连个电这个买个锅子，也告诉你怎么使，对不对？对。那人体这个使用说明书，反正我是没使明白，我知道它在长在哪里。啊，但是怎么使用？我知道啊，我不知道怎么让它的寿命变得越来越啊这个好，如何让它变得越来越健康？所以一直在啊学习这么多年，一直在这条路上不断的造下去，那最后的结局就是啊，那就可想而知了啊。我在没有走进这个环境之前呢，140斤。哇。啊，这。哎呀，这院长，这么惊恐，你看一下自己，什么谁见过？四小姐见过？啊，秦姐见过？
啊，139斤。对，啊，满脸呢，满脸都是不能讲痘了，满脸都是包啊，就那整个的，他都已经不往外长了，他都已经往皮下长了，就是一摸我的脸特别烫，特别硬。不能用包和痤疮来形成了啊，就已经外边实在冒不出来了，就在底下往里去冒，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严重的内分泌失调到什么样的地步啊？就是一天一洗澡，你还全身都油乎乎的这种感觉，你们见过这样的吗？没有。其实女性好像我不是出汗哈、啊，就是那个油，就自己觉得自己都油腻腻的，你感觉那种不是油腻，不是已经40多岁或怎么样到了油腻大叔或者大妈的那个年纪，完全不是。我那时候刚刚20岁，然后有这样的状态，但当然那时候在朝阳医院工作，非常的忙，但前提是不是别人工作，那为啥别人你的体质跟你不一样？为什么你的是有别人那个样子？其实就是自己以来一直以来造的。我大学5年没有吃过一顿早饭。因为早上很早起来要跑操，跑操结束之后又面对就开始上课，根本没时间去吃饭，啊，也别提其他的了，啊，就是每次中午的话就零食就解决了。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人现在不吃早饭的依然存在，用零食去填饱肚子的人也依然存在。那个就是女性来讲，那个就是结节，不用讲你其他方面正不正常的，那一定是特别不正常的。啊，如果正常你就不是那样的体态，对不对？所以走进这个环境当中呢，我就觉得，哎，我虽然是学医的，啊，那当然我也会自己开方，开了很多的方，不用去问别人，自己就很会。那我发现吃药的一个结局就是呢，啊，越来越不好，啊，反正今天这疼，明天那疼，就不是全身不好的问题了，啊，就是。哎，反正各方面都紊乱了，然后那更别提啊，那外在的形象也没啥形象了，没有任何的形象啊。跟今天相比啊，我今天是106、107啊，33多，这么多年以来，从学的那一刻开始，体重是一直往下走，没有往上飙升的时候。当然，我也吃了很多的，像很多人讲的高热量的啊，很多很多的饮食，我的饮食也发生了改变。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知道我最近身体里面了，通过跟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小龙院长学习啊，我知道吃进去了之后不好的怎么还把它变成好的。这个是不是太好了？你们是不是特别期待这样？对。那嘴巴如果吃不到自己想吃的，是不是也特别不过瘾？对不对？对。我特别喜欢吃高热量的，什么辣粉啦、麻辣烫啦，然后这个烤的呀、涮的呀，很多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吃？对。今天我依然吃，但状态比之前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学啥会啥？对。今天呀，真的，这个。刚才说一直想讲个故事来着，是吧？讲着讲多了，故事还是要讲的，因为医疗嘛，很那个。那有一天，一个怎么讲，一个大爷、大叔都行，然后去医院去看病，是不是大爷、大叔、大妈的，是不是去医院看病很多？嗯。啊，去出了医院，总是不空手而归，对不对？总是拎着一袋东西，对不对？跟逛超市一样的，那个就是药，对不对？嗯。啊，所以呢，他也不例外，那有一天就去了。去了呢，他为什么去？就是全身疼，就是不舒服。那最明显的呢，就是在右侧，就觉得右侧啊一直酸，一直酸痛，一直疼啊，就去了医院看看吧。我们都知道，去了医院说是什么正常的，但恰恰每一个人就想来解决问题的，你不要按流程办事，没办法，你去的是医院啊，没办法，那个一车下来。血也验了，尿也验了，一堆血啊，尿什么都验了，那 B 超也拍了啊，那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什么都做了。做完了之后，没有太大的啊这个问题出现。这个大爷拿着一堆回来，在我看了半天，说没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回家养着就行啊。但是这个大爷右边的这个腿不舒服，还是一直感觉到疼的都睡不着觉啊，还是就是。不舒服，那这样子，那他能上来？我都花了6000块，你告诉我什么事儿没有？那边很有意思，去到医院我必须查出点什么，我才觉得我的钱没有白花，对不对？那就没办法了，怎么办呢？那这个医生就说啊，那就没说什么啊，就看到大爷这样的，说6000多不能让他白花呀，啊，再来需要开点，对不对？开点钙片，里面有
都回去了，其实大家也可开心了，说哎，我是干着解决的问题，我花了6000多，是不是？对，所以今天啊，如果是我们学了之后，我们都知道一根盖能解决的问题啊，你们6000块，对不对？对，今天你才交了10块，6000块，那你觉得你这个不是挂了专家号呀？你是挂了是不是院长的号呀？你那是6000块钱的问题吗？不是。你想用这个使用说明书，让你不仅你自己变得健康，还能帮助另外一半的家庭的能量的，是不是可以？这一家好几代，因为你今天晚上学习了，知道人体使用说明书了。虽然男女老少大小不同，是不是长得这样东西是一样的呀？你使用不到的时候，是不是回去之后，是不是就很霸气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开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甚至没出现问题，你就知道它即将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你一句话，它这个问题呢，去解决了，你觉得好不好？好，你们有没有很期待呀？有。好，那很期待的同时呢，我们要听院长来分享这堂课什么样的状态呀？我看新朋友有这个没有见过面的新朋友啊，然后呢给新朋友讲一个笑话，你老朋友你都听过没听过那这么讲的一定是老朋友说呢有一个牧师，然后呢就问3个人，你们希望你们的时候别人怎么评价你，对吧？这既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吧？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然后呢，其中一个人讲，他说呢，我希望别人说，哎，这是一个成功的人，啊，是一个人，对吧？也很好，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就说呢，我希望别人评价我说，这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这个境界都不一样吧？对。然后这个牧师问第三个人说，那你呢？第三个人就说，我希望别人这个跟我说，看，他还在动，他还活着。跟我说讲，但是在你然后你只有一个梦想，就是活着。对啊，我呢姓李，叫李小龙。然后呢，这个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很多的病号，我相信很多人会有同感啊。5岁的时候呢，我的奶奶死于心脏病，然后到我高中的时候呢，我的姥姥死于肺癌，爷爷死于骨癌，所以我就学了医学。啊，希望能够学习专业，帮助专业。我们课的时候，那教授啊是教材的编写者之一，说他是写那个教材的，我们上课啊评啊，然后呢他就其中有一天给我们讲一堂课，叫讲糖尿病的专题，他讲到他说如果某个人告诉你某种药能把糖尿病治好，这个就是骗子，原话这么讲的啊，就是个骗子。然后那我也经过不断去学习啊，然后现在在医院，然后我就发现很多西医是服了治疗的。啊，因为本身我现在也在我们医院，也是三甲医院，每天的门诊量在1000到2000，很多的。然后呢，营养大概也学了15多年的年，然后呢，中医也专业是中医嘛，就是中西结合的医院，所以的话呢，就是中医西营养或多或少都了解一点。然后我感悟最深的有两句话，感悟最深的一句话呢，就是一个人不是死于疾病。而第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死于无知。那第二句话是人要健康要美，以后一个人不能自己，而是交给别人。我们是把健康交给学以后的自己啊，当然生病了得找医生哈啊。我今天同样的话题，我们不谈营养素制定这一块，因为营养素本身也不能决定。所以呢，那为什么讲这两句话呢？因为我就看到一个现象啊，你看现在很多社会上很多人都有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看病难，看一个好的病更难。对，很多时候你在外地，你发现还没有好的医院，还没有好的专家，你说到北京来他来不了，还要核酸，
是不是？对，是吧？那再回到端，这很麻烦，卡到了很多人，然后进京也很麻烦。大部分的一些比较好的收都集中在北上广，对，因为北京很多大的专业那个医院都在北京，所以这个让很多外地人就没有办法解决看病的问题。嗯，其实你甭想外地人，北京本地的人都好得很难。对啊，像北京全国最有名的医院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每天门诊量是15000人。哦，对，每天就是每天都来15000人，大概是这个这样的数字，所以你想你报这号是很正常的事儿，对吧？然后呢，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所以人，就导致很多人现在就是怎么办，对吧？这个。不好意思啊，昨天创始人一千一百万，今天中国政府将近4个点是1000来的吗？是每天涨，是疾病的积压导致的。现在很多人到医院的诉求是你需要获得健康，但是医生跟你讲。医生讲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医院最近新开展的一个项目，液体。对，啊，所以其实怎么讲，医学上大部分都是控制，尤其是糖尿病，你发现就给你降糖嘛，血压高给你降血压嘛，患者血管扩张你不就降了吗？所以就会造成很多这种办法。行，那我们接着吧，你先走吧，然后呢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疾病啊，就是来了之后发现这个人回两天又来了，就是总之反反复复，所以发现糖尿病一开始就是不断的控制，控制不住人都不行，手脚溃烂呐之类的。我们医院在4楼有病房，就是我们医院其实不太喜欢这种人，因为他一住都很久。医院讲的创收嘛，对吧？这其实不是秘密。对吧？医院每年都有目标，今年几个亿，明年几个亿，病人多少人加倍。哦，你的科室创收点很高，那你来了之后没人帮你看病，那你怎么叫好专家？所以好专家是用你的额度这个来创收来显示的，是这样吗？就像你看一颗星，它好不好，是不是？你的发行量吗？你的唱片它的销量吗？所以其实医学也是一样的，好的专家就是你的广告片花比较多嘛。但是他目前发现就是一个疾病长得太快了，我们医院现在还在准备扩建啊，现在已经是640张床位在开，扩建之后变成1400张床位，再加上原来的2000张床位的协和医院也有2000张左右，就是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呢？他赶不上这种，就是医院的建速度赶不上病人发展速度，没办法，只能扩建。
对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大理是一个饭店。我们院也能做，你还能做科研呢，是因为不只是我们知道大健康是未来的趋势，做医疗的人能不知道吗？也知道，也会有数据报表嘛。然后我们医院就是每年最盈利的科室是心脑血管，心脑血管科室是创收最高的，我相信联合也他们也差不多。为什么这个创收最高呢？第一位你很急，你一急你就愿意花钱，你花钱没办法，脑出血了你花不花钱？多少钱都得花，变成三万、三十万、五十万一样的。但是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了解它这个病的原理，你说不用去看病。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人体生说明书，就会告诉大家如何去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预防很多代谢疾病，也不至于生这种病了。所以我就开始讲好不好？好。那节目后面，因为他这个分享过分。有很多人。去检查是吧？当然他不能这么讲了，是去观察，定期复查，对吧？对，定期复查。什么叫定期呢？如果是小的，说每半年查一次；如果是大的，可能是每三个月查一次。啊，定期观察。如果一旦出现了，它有不好的形状了，然后建议你做个穿刺，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如果是良性的话呢，就可能甭管它，都进行切掉。啊，前两天我带一个病人去我们医院，因为朋友嘛，他是甲状腺。就是看 B 超下面正常的结节呢，它是一个圆形的，结节了 B 超下面，而它呢是一个带毛边的，带毛边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一般不规则在 B 超以下，看不规则的可能就是不太好，就需要做一个取它组织啊，做个病理分析，然后看一看，如果是恶性的可能给它切掉了，还好良性，没什么事，所以一般西医的方向就是给你控制，长脓病给你切掉。你发现你骨刺了，是不是疼啊？给你切切骨刺，然后腰疼，手术给你切切增生的部位，然后呢，腿疼给你治疗一下。所以目前所有的西医的方向，大部分都是控制，就控制你疼痛的症状。所以我是觉得呀，就是西医的方向既然是控制，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住，一个控制不住。就是控制住你不疼了，你可能觉得我好了，是这样的。对，如果控制不住呢，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觉得西医的急诊是很重要的，对，就是西医的急诊还是很有贡献的，就是抢救了太多的就是即将去世的人，车祸的呀，因为我们医院急诊，然后有7120，我们自己养的，就是到处去拉人，每趟都是拉人，你就在急诊一会儿，医生响，然后就来抢救，就是急诊其实也是一个很忙人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有小事，尽量不要去急诊，急诊的医生都是很忙。对啊，就是你说你特别着急，你去急诊那这个急诊呢，它其实就是解决病人的痛状的。我们医院经常见过什么刀捅的啦，打架斗殴的啦，然后被砍的啦，反正车祸啦，就是这种外伤是比较多，所以急诊是有用的。那亚健康的人就不要去急诊了，眼睛干涩啦，睡不着觉了，脚气了，好像溃疡了，不要去急诊了，你太占用医疗资源了，该去哪科去哪科，或者你需要听我讲完之后你就不用去医院了。所以其实亚健康这个问题我们要重视，今天很多的疾病都在亚健康转变过来的，亚健康就是疾病的早期状态。所以那既然你有亚健康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找西医呢，找中医呢，还是找营养？我们要了解他们三个，你就知道怎么用了。那西医来讲，它的方向就是控制，比如说你的血压高了，血压血管，比如说这是血管啊，血管血在也走。那血压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血管堵了，一种是血管硬了，无非这两种。
血管堵了或血管硬了，它堵了的话呢，比如说你的油多了，比如刚才飞蚊纸，然后因为你的血液如果是浓度变高了，是不是血压就高啊？是，浓度高了血压就高。那是什么引起它浓度高的呢？比如说你的该油三酯多了，就油多了，啊，你的糖多了，比如说你多糖，你超过了三这个6.1，可能血糖高了，啊，也会导致你这个血管堵了。那你的胆固醇高了，可不可能？可能。你吃的盐多了，氯化钠多了，总之你的血浓度如果升高的话，就会造成血压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血管硬了，没弹性了，就它本来是一个气球的一个弹性，变成一个硬塑料的一个弹性，那你在心脏的压缩的时候，它的血管受力就比较大，对，所以你的血压就高。但是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用一种降压药来解决，就是它可以帮你扩张血管，对，扩张血管你的血压就正常了。可是解决根本问题了吗？没有，它既没有清理血液垃圾，也没有解决血管胶原蛋白弹性的问题。所以在西医领域，一旦你这个降压药吃上了，就不建议换品牌，就你可一个牌子吃就好了。嗯，因为每个品牌它的作用，你的血压高，你吃这个降压药你就一直吃就好了，定时定点吃，不要想起来就吃，想起来不吃。它保证你的血管始终在然后的话呢，那你明白原理以后你就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清理清理血管的垃圾，然后能够解决一下血管弹性，是不是血正常了就？对。但是医学上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两点的，所以但是医学上可以帮你这个扩张血管。所以西医的方案就是控制，它的原理就是帮你解决你的这个痛状和指标，指标80/120如果不正常了，维持在正常内你就可以了。所以在西医里边很多人都是带病活着啊。那天霍州是不是讲了一个带病是因为受我感染去我们医院体检，然后呢就讲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他本身是生病的，那在医院的话呢，他给你控制指标，所以就会导致你的血压是正常了，但你是吃药维持的，对，叫带病活着，嗯，是不是这样的？是。你的血糖如果高了，给你吃了降糖药，那你带病活的，正常了。我们医院那些主任，我跟大家讲，没有一个是正常的，这是实话。医生是不懂健康的，医生是不懂营养的，医生懂抢救，啊。好了，这是西医的方向。那中医的方向是什么呢？是调理，对吧？调理什么呢？调理气血呀、啊，调理平衡呢。但是中医的话，很多的人，很多的时候的话呢，你老百姓是不是很容易听不懂？对。说你肾阴虚，说你肾阳虚，是不是听不懂？对，虚虚实实。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对吧？可能听不懂，没关系，讲完之后你大概就能听得懂了哈。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再简单讲一下。比如说阴虚、阳虚这两个什么区别哈、啊？阳是指你这个器官它的功能，比如说你的手是不是就是阴？你的力气看不见就是阳。所以如果说阳虚表示你没劲儿，如果是阴虚你手坏了，能理解这概念了吗？比如说肾啊，比如说肾，如果是肾阳虚，表示你这个肾的功能就差了一点。如果你是肾阴虚，有一种肾炎，肾阴肾虚可能讲肾炎，对，啊，只它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你能理解就好，就是我们不用太讲太深，就你了解中医，如果给你讲肾这个肾阴虚、肾阳虚，或者是阴阳两虚，是不是不好调？一个阳虚够你调的了哈。那好了，那营养学的方向是什么呢？营养学的方向是修复，修复。修复什么呢？修复我们身体的细胞。所以营养学的方向是修复，它不是治病。一般治病都是控制的，一般西药啊控制的。所以它不是治病，但是你发现吃完之后很多病确实好了。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就直接就问我什么呢？他说：“你看，每次你都讲营养，他说如果你的营养品能治病，要医院干啥？
对不对？有没有就是觉得很有道理的？对。如果等营养品能治病，我到医院干嘛？嗯。那全是营养品都不用去医院呗？对。那谁不想健康呢？对。花了几千块钱吃点营养品好了，谁还去几十万去医院呢？嗯。是不是道理？嗯。有道理。但是你讲完之后，我讲完讲的故事啊，你就明白了。你看哈，我们去很多人去医院去特许。特许说空腹特空腹特呀，空腹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就特许，然后呢特肝功能管血肾功能管血，然后特越多你的血会抽越多。嗯，好了，你发现我们讲以这个肝功为例，因为你的肝在哪？肝在肚子上，是不是？那你的血是不是抽胳膊上的血？你发现你抽胳膊上的血怎么知道肝的指标呢？什么叫我这个问题？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就是你明明是想测肝的指标，你为什么抽血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明白了哈。如果在夏天很热，然后可能37、8度热，如果一个人家里做完饭，厨房的垃圾没有倒，放了几个月。会不会腐烂？会，臭味熏天。对，会不会引来一些苍蝇啊、蟑螂啊、老鼠啊，刺害这东西？对。那请问，如果引来了刺害怎么办？少你要不要打苍蝇啊？对。打蟑螂、打老鼠啊？对不对？你打完之后，几个月会不会再来？会。会再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反复生病，反复治疗。我们的身体相当于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的房子厨房垃圾没有倒，会不会引来一些蟑螂、苍蝇、老鼠？会。指标会升高，就是垃圾的指标会升高。会。那会不会我们人体呢？胆固醇高了，嗯，是苍蝇；血糖高了，是蟑螂；血脂高了，是老鼠。那你判定你身体健不健康，就看你屋子里蟑螂、老鼠是不是多了。所以你通过抽血来看你的肝功能好不好，测的全是你的血液垃圾指标。所以你如果是打苍蝇、打老鼠、打蟑螂，请问你打得完吗？打不完。但是医院是不是就是负责干这事儿的？从西方来了一个人，他有神器，他能看出那个老鼠是公的是母的，能看出来是多大的。和我怀孕像不像咋 ？X 光 B 超核磁啊，能看出老鼠是公的还是母的？公的是良性，母的是下蛋，会破蛋，对吧？用仪器能看出来你的苍蝇是多大的，3×5还是5×10的？它的所有的集中的方向都在打苍蝇，所以就在治疗，就在控制。但是营养品是什么呢？营养品是清洁工，它是扫垃圾的。它不能治病，但是它能清洁我们的房间，垃圾扫走了，这些色彩是不是自然就没有了？嗯，所以我们用营养品可以帮我们降低胆固醇、降血糖、降血脂，降完了之后你身体就健康了。所以清洁工不是治病的，但它的方向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营养，是方向是让我们越来越健康的。我们不是跟医院抢生意，不是治病救人的。各位，你有明白这一点？所以以前我也不会跟他那么回答，因为我也不太懂。学完之后你就明白，是不是？如果再有人跟你抬杠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讲？你要跟他讲故事啊，你不能直接，对吧？直接怼人家。所以这个故事就很好的证明了医学和营养学的区别。所以你看，我们的血液指标是高了，比如说转氨酶高了，那胆固醇高了，是不是证明你的肝功能有问题？对，指标越高，你的肝功能受阻越厉害。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肝这很多酶啊，在我们的肝脏里边，肝细胞如果破损了，它就会出来到你的血液里，哎，像什么呢？像煮饺子，露馅儿了，饺子汤全都是饺子馅儿。那你再饺子馅儿，发现这韭菜多了。这钱太多了，是不是找不错了？一样的，你的血里的指标发现胆固醇高了，转氨酶高了，表示你的肝脏受损了。所以它其实测的全是血垃圾的指标。那我们如果能够解决血垃圾的指标，是不是你人就健康了？所以一样的方向是修复，它不能治病，它可以帮我们修复。那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自愈力。自愈力就是。
营养能不能把你的身体修复成，看自愈力。你的自愈力能够很好，它就能修复得很好。那自愈力决定什么呢？就看什么呢？看第一个，有三个平衡。第一个，看你的心态是不是好，看你的心态，看你的气血，对，还有看你的营养素，营养，这三个，如果是它很平衡、很均衡，你的自愈力就比较好。自愈力好的情况下，你身体很多疾病都能好。我们的身体每天都被破坏着，每天都在修复着。那为什么人还在呢？就是因为修复上了。你白天经过这个空气啊、阳光、水、食物啊，别人吓你一跳啊、打你一下啊，总之你心情不爽一下啊，哎，一宿都能回过来。所以人在睡觉的时候，他可以帮我们修复。所以你发现是不是？你一宿不睡不很难受？对。有一个人做个实验，一个健康的人哈，就一宿没睡，第二天早上去医院体检抽血，发现很多指标都不正常。嗯，对。就是因为睡觉太关键了，它能帮你修复。所以为什么睡眠要好？睡眠不好的人修复不上。嗯，你再多营养都没有用。所以什么不好？睡眠要好。嗯，睡眠跟心态关系特别大。嗯，就是你心里别总有事儿，你总想着一件事儿，你就容易睡不着觉。是，对吧？心里总有事儿，你就睡不着觉。然后呢，第二就是气血要足，气血要平衡。啊，气血平衡，我看后面会讲到什么气血啊。那对象就是营养素你要均衡。你再心态好，你也出不来钙呀。你再心态好，你也出不来蛋白呀。对，营养要均衡。那营养均衡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身体需要极大的营养素，比如说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碳水啊、油啊、盐啊，这些都不能少。嗯。那好了，我接下来先跟大家重点讲一个什么呢？重点讲一个肝脏。嗯，前面这些都是理论哈，后面是常识。今天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都是常识。其实人体使用说明书就是全是常识，我们很多人不懂常识，就是容易教训，被生活所教训。所以我讲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就知道了，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我首先来讲一个器官哈，肝。肝，讲之前呢，我给你画个图哈，这是我们的食道，是胃，画的不太好，就看哈，挺好，感谢鼓励啊。还有小肠，是上结肠，是吧？垃圾出口，这块有个肝，啊，我们吃的食物往胃里装，吃的多，胃慢慢被撑大了，撑大以后你发现吃的怎么吃不饱，对呀、啊，是吧？怎么吃的不饱，不知不觉就变胖了。那切胃呢，就是把这块给你切掉，切掉，就留这么一点。留完以后呢，你吃一口就饱，吃一口就饱。啊，不知不觉就瘦下来了。其实胖人不就是控制不住嘴吗？嗯，对吧？控制不住，医生把你控制。把我们吃下来的食物，然后经过胃，胃呢相当于一个磨坊一样，可以帮你食物给碾碎，就像石犁，然后往前走到哪呢？到这个位置，十二指肠。十二指肠呢里边是很多的酶，比如说胃会消化这个分泌胃蛋白酶，然后淀粉酶，包括这个胆囊会合成胆汁。这胰腺会合成胰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包括这个胆汁，总之混合的石糜，就是你吐出的玩意儿，喝酒喝多了吐出那个东西，啊，就是它没法再往下走了，然后呢，被你的小肠吸收了。小肠呢可以吸收你身体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然后大部分的水分在大肠吸收，然后所有的营养吸收以后去哪呢？通过一个门静脉。进到肝脏里，就是你的肠道对食物是一个凸体处理，肝脏呢对食物是一个细体处理。因为你的肠道是不识别你吃东西好是坏的，你喝的农药它也吸收，对吧？你别乱哭是吧？很好的那个农药被人喝黄了，产生。
是吧？人家表演会效果特别好，对，就看看刚刚被人给喝黄了。因为你喝完之后他救不活，对，然后他不是看着报纸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姐夫给对给小姨弄出来什么，嗯，他们还要喝的对吧，去世了没事，因为你们不要喝，啊，然后的话呢他这个食物经过小肠吸收，然后经过这个小肠上面有一些毛细血管，然后所有的营养全部汇总到肝脏里，然后经过肝脏的合成分解代谢，把营养放到全身，那这个器官就很重要。嗯，文清大哥是不是经常讲这个气血呀，五行啊，讲大家看不见的东西？嗯，我想大家看得见的东西。以后我后面也会讲讲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绝对能看见的啊，所以看不见的更高一筹。我先讲讲低一点的，看得见的。如果大家把看得见的东西搞明白了，嗯，这辈子不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哎呦，我的话念得最好。那我们吃进的食物呢，到肝吃的食物就很多，大概有几类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就其他的营养素，大家百度都知道，对吧？我就不在这讲了。那其中肝脏有什么功能呢？有三大功能，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嗯，肝的三大代谢。第一类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的代谢。第二个呢是我都写出来啊。第二个呢是脂代谢。第三个呢是糖代谢。你把这三个搞明白了，你就知道心脑血管疾病怎么回事。刚才那个4亿多人，我估计都是不知道这三个事儿。你知道了，你不会有了，有了你人生怎么挑？好，我跟你讲蛋白质的代谢。蛋白质呢，就是我们吃起来很多鱼肉、豆、蛋、奶啊，然后经过我们的胃的吸收，小肠它会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然后最后呢以氨基酸的形式进到肝脏，然后再重组和我们人所需要的蛋白。你看我们吃猪蹄儿能长点肉吗？嗯，长不了，能不能长肉？你看你们老朋友，猪蹄儿会被分解成氨基酸，然后通过小肠合成人所需要的氨基酸，在肝脏里合成。所以，那你身体蛋白质够不够，取决于两个：第一个，你吃进来的蛋白够不够？嗯。第二个呢，你的肝脏能不能合成？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吃进来的，大概我们1公斤体重的人，大概需要1.5克蛋白。你算一下，如果你体重在120斤，那你如果是60公斤乘以1.5，就90克蛋白。哎呦，是不是很多医生告诉你蛋白不能多吃，吃多了会出现上肝上肾？你先不要考虑伤不伤的问题，你先考虑能不能吃够的问题，对不对？大部分都吃不够，90克大概什么概念？如果你通过每天吃鸡蛋的话，你大概要吃一个鸡蛋大概是5-6克蛋白哈，你得吃16个。15-16个蛋白鸡蛋吧，对吧？我还没算你的吸收率呢。请问你能吃得够吗？每天根本吃不到那么多，所以现在很多人蛋白质是不够的，尤其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农业，肉贵太便宜。是不是什么便宜市场？我们是很多人去过国外啊，菲律宾啊，美国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肉，对不对？因为肉便宜，因为它种植土地少，就发展养殖业喽。那一个鸡那发展一堆，中间就一堆，所以肉便宜，所以肉蛋白质多。所以为什么国外可以这么不控制疫情？我今天看到那个信息说美国一天增长100万，是不是很多人就说也是不管了，是不是？就不管了，你也没法管了也。但是你发现那么多人，死亡率就很低，就蛋白质高，然后呢，人的免疫力就高，抗病毒。这中国人不行，中国人吃五杂粮长大的，他的抵抗力确实没有美国人高。所以一般新冠疫情来了，中国人治疗手段也是把蛋白给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强了之后，让你自己对抗病毒去。完了，我跟他讲蛋白质的代谢，那蛋白是很关键的。你判断一个人缺不缺蛋白啊？就比如说啊。蛋白和气血是直接挂钩的，比如说你蛋白如果不够的，你看气血，头发，如果一个人头发黄细没有，你一定是缺蛋白的。
对吧？哎，再来这头发嘛。然后如果你总是哎呀困死了呀，累死了呀，浑身没劲儿啊，你再学蛋白的，得了口腔溃疡啊，然后总是会溃疡啊，胃溃疡啊，黏膜破损呐，你一定学蛋白的。哦。其实中国人几乎都学蛋白的，嗯，只是严不严重而已。所以蛋白质是很关键的。有的人动不动哎呀就特别累，动不动就胃不舒服，总是溃疡，总是有胃炎，一定缺蛋白。嗯。而蛋白质有很多种类，比如说有白蛋白，有白蛋白、代脂蛋白、代铁蛋白等等特别多。嗯。我先讲几个蛋白哈，比如讲白蛋白，这个是医学上用最多的。就看只要免疫力给你输点白蛋白，人有感染给你输点白蛋白，干嘛给你提高免疫力。那白蛋白是什么呢？是肝脏合成的一种蛋白。它是干嘛呢？它是能够维持人体血浆的渗透压。讲的比较专业一点哈，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蛋白，你的血浆的渗透压不受控制。像什么呢？比如说像一个幼儿园老师，老师来了孩子跟着走，老师不来孩子乱套了。那如果要说蛋白质在你的血管中，如果没有蛋白质或者比较少的话，你的水分就不在血管里待着，到处乱跑，会有水肿。所以常识就是水肿的人是不是缺白蛋白啊？对，啊，就是这样。所以医学上给水肿干嘛呢？注射白蛋白，注射贵呀，十克大概是500块钱。那你自己喝蛋白粉去呗，一勺十克8块钱。爸妈非得自己注射的，但是医学注射来的快呀。但是你外面注射的不如自己合成的好用啊。是。你给够肝足够的蛋白，它20分钟之内就能合成。所以好好吃蛋白粉，帮你合成白蛋白，你不用水用。嗯。好了，这个是白蛋白。那白蛋白有什么功能呢？它能带着我们身体的各个的营养去乱走，比如说它能带着钙去走。有白蛋白，它像有车一样，然后它带着钙去乱走。神经缺稀罕一点，肌肉缺稀罕一点。嗯。它是一个公交车一样，然后呢，还有像这个专车一样的蛋白，比如说代脂蛋白，你去做体检，发现里边是有一个代脂蛋白 A 和 B， 嗯，对吧？是的。代脂蛋白 A 呢是在低密度脂蛋白中比较多，所以这个高本身的低密度蛋白就高，嗯。代脂蛋白 B 呢在高密度脂蛋白里比较多，所以如果你这样高，表示你高密度脂蛋白比较高，啊，大家你就看懂这个指标就好了啊。所以它就是带着这个我们脂蛋白去全身的，是专车，它只带着一个，所以蛋白质特别关键。所以如果你去补蛋补这个营养，我建议第一个就是蛋白质，全身哪都需要，啊哪都需要。第二个，我想想这个脂代谢，脂代谢就是我们脂吃进来的油脂是怎么代谢掉的？一般植物叫油，动物叫脂。啊，植物叫油，动物叫脂。那我们吃进来的脂肪，比如说肥肉也好啊，油也好啊，在我们的身体中，这儿小肠会被分解成甘酸酯和脂肪酸，以甘酸酯和脂肪酸的形式被我们的肠道吸收，吸收以后干嘛呢？还是一样送到肝脏，肝脏进行解毒、合成营养，把营养送到全身各处。那你这个脂肪、油脂进来了。在肝脏中，肝脏它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它能合成，不能储存。啊，它能合成，不能储存。所以它合成完以后，就赶紧把它送出去。送哪儿呢？送到肚子上啊，腿上啊，长肉啊。那它如果送不出去呢，就堆在肝脏里面的脂肪上了。它怎么送出去呢？需要一个东西，就是蛋白质，就是代脂蛋白。啊，把它输送出去。外加卵磷脂，把它输送出去，和胆固醇。胆固醇怎么写的？月大人。对，胆固醇、代脂蛋白加卵磷脂一起把它脂蛋白送走全身各处。如果送不出去，就会堆积在肝脏形成脂肪肝。所以大部分脂肪肝的患者前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缺蛋白，代脂蛋白没有了或者少了，送不出去了。所以脂肪肝的人，你就看啊，腰上一圈肉，一个脂肪，一个游泳圈，一般都是脂肪肝。对，脂肪肝是一种病，不是算病，它是一种病，就是病，而且是很严重的病，它可以跟癌相媲美。哇，我开玩笑的，它也可以跟肝炎相媲美，
所以只要这个人他有脂肪肝，他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前期。哎呀，就是前期，他堆在脂肪了，堆在肝脏这了。所以那肝的脂代谢是怎么代谢掉的？肝脏会合成一种营养叫卵磷脂，它能让油溶于水去代谢掉。你看我们很多人做饭是不是用洗洁精来刷锅呀？对，那个全是油，你不用洗洁精刷不掉呀。洗洁精可以让油溶于水，对吗？对。而我们血管里身体里的洗洁精就是卵磷脂，它是肝脏合成的一种营养，它就能像我们用的什么洗洁精一样，能让油溶于水把它代谢掉。那如果肝脏受损了呢？它卵磷脂合成不够了。不够了以后，那你吃进的那个油怎么办呢？就会堆积在你的血管里，堆在血管里就会容易造成堵，堵了，堵的部位不一样，造成疾病不一样。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大脑就是脑梗。目前医学上对于这样的病人会给他去抽血去检查，发现如果你的肝分子比较高了，高一点点，再结合你的症状不严重，医生会建议你控制饮食，注意饮食，吃点清淡的。你知道什么叫清淡的吗？加油加油菜是吧？请问能吃几顿？就吃不了，是不是？我有一次我也去问我们医生，我说这个肥胖应该怎么解决呢？医生说吃点清淡的呗。你去问很多人，要么是管住嘴迈开腿，要么是吃点清淡的。我就跟他说废话，我说能吃清淡的能打算减肉吗？我就是控制不住嘛。你说那个人如果能控制饮食，至于切胃吗？对，这个手上十多万块钱呢。哦，钱人才能切得起胃。啊，对，这不是没钱怎么切胃的？所以减肥的人都是有钱人。你花十万块钱吃一样，给他们算算。啊，你得有这个心理打算嘛，别吃那么慢的，我还没瘦呢。好了，这个血管，哎，如果堵了，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前期，所以它其实是肝病，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可以叫肝病，因为是它合成卵磷脂减少，导致你的油脂不能溶于水，从而不能被代谢掉，造成堆积。前期会堆积，后期形成斑块。你看很多人上了岁数啊，一般去体检做 B 超，查什么？查颈动脉斑块。B 查的，只要这个人经常晕，经常是这个头晕头疼，然后不舒服，呼吸没劲儿，打呼噜，动不动容易出汗，心脏不舒服，总之一天很累，建议查一查 B 超颈动脉斑块。嗯，因为它很容易形成斑块，就是因为这个油它堆积在血管壁上时间久了形成的，而它会容易跟血管长在一起的。所以血管斑块目前在医学上没法弄，解决不了。医生会给你开一些他今天的药物，帮你去让你的血管血液没那么粘稠，帮你去抑制，再往上挂东西，让你的血流速快一点，就稀释一下，不让它聚集。一聚集不就是出现了更往上挂东西吗？所以我们身体啊是很神奇的。你看我们的肝脏既会让你的血小板凝集，防止你出血过多，然后呢又有它稀释的作用，不让它聚集太严重造成堵塞，真的是身体很神奇的。其实控制这些东西全是肝脏，肝脏一旦控制不住受损了，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其实心脑血管疾病只是病的部位不一样，它是病根都是一个肝病，但在医学上，尤其是西医的医院里边，不同的部位治疗方案不一样。如果在心脏部位是不是支架呀？对，心脏部位给你支个架，用一个支架扩张起来了，然后呢，你血管就扩张了。可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想一想，你干净的血管都会往上挂东西，一旦支架了以后，它还会往上挂东西。所以一般支架的人都会给你配他吃药，让你的血稀释，不往上挂东西。血液不那么粘稠，吃药控制。可是这个药又伤肝又伤肾，你今天这个血管堵了，明天那个血管如果堵了，你再做一个支架，支不完呢，
需要太多了，这钱呢，所以其实我们的血管是很神奇的，它其实是肝控制的，所以你要求求肝不要去想办法让你直接用西医控制。那好了，如果你吃了卵磷脂呢，心理血管是不是就没有了？嗯，前两天护士去我们医院去体检，这已经是公开的事了啊，我讲就公开了。然后呢，有一天不是摔倒了吗？摔倒了之后，手被磕肿了，然后去体检，体检之后就断层核磁，就会发现脑血管桥脑阻了，脑梗。然后呢，据说是每天早上不好好吃健康早餐，还是怎么的，是吃什么油炸的、什么砍豆啊、什么油条啊。啊，就是不进口了，咸鸭蛋了，对，就乱吃的，把肠道吃堵了。然后我们那个医院的心内科主任看了之后就说，这种情况得住院呢，对吧？然后我们核磁那个看核磁那个医生也说，你这个桥脑是很重要的器官，你得住院的，住院观察呀。后来没有听医生的，然后在家吃卵磷脂，一天一桶，这个量可以吗？一天一桶。好了，那天看到霍主任说有空的去检查一下，我估计是没事儿，因为我听他声音说话语都特别快，嘎不溜脆。改天我去你检查哈，就特别快。以前都是哎呀，改天我去你医院检查呀。我怕我胃肠没好。你看这精神就好了，卵磷脂特别关键，各位，如果你家里有一些。是不是马上过年了，给老人带点卵磷脂粉，多带一点，他只要吃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就能解决，他不至于给你添乱，他一生病我跟你讲你就得回去。所以卵磷脂真的很关键啊，卵磷脂它和鱼油什么区别呢？它能修复血管，如果你有血管斑块能解决，鱼油不能修复血管，它能修复血管，对，卵磷脂真的很好，心脑血管疾病都能解决。所以脂代谢其实在医院里边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没有办法都避开在哪，就是哪出问题我们解决哪。所以一般心脏有问题给你心脏，然后呢血管解决血管，吃降压药啊之类的，但是去跟医学是没办法。好了，我接下来给你讲糖代谢。糖代谢其实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各位，我们身边有没有人有糖尿病的？有，身边亲戚啊、朋友、同学，你听过的、你认识的，或多或少都有糖尿病的。如果你学完之后，可不可以告诉他怎么调？各位，医学是没有办法。我们医院有一层楼就是糖尿病的病床，我看到他们很惨，就是他那个脚啊，已经因为患疾病嘛，已经烂的是一个渣了，脚趾头。就是几个手指，几个脚趾烂没了，就两个下边的指甲，你能看见它骨头，那不愈合吗？然后他女生他也不能穿鞋，也不能穿袜子，也不能走路，在病床上放一个小板凳，腿搭在小板凳上就放着，放多久你放着呗，哪也去不了，你就放着，怎么办呢？医生定期给你换换药，然后给你解决一下这个伤口的问题，你多惨就怎么办？它也不愈合。烂了就截肢，往上截截截。其实你不用截，它烂的都挺快的，很痛苦的。我跟你说，你笑话人家，谁知道以后各位你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各位要重视。老师不是说了吗？危机的克星，危机感是危机的克星。我们亚健康这种意识是亚健康的克星。你要有这种。预防的意识，就不要觉得跟你没关系。中国那9000多万人，这一个亿，就14个人就有一个，这是概率很高的。所以糖代谢，我现在重点讲哈，先到三天吧。糖代谢，有劝他了。哇，我的领导人给我拍下来，那不好意思。好了，我正在讲啊，糖，我们吃进来的大米、白面啊、水果都是糖，对吗？对，都是糖。
它是怎么去就是在身体里去运作的呢？首先你吃进来一顿早饭午饭中饭，总之零食，总之是糖。首先呢，你的大脑就是下垂脑，我们写个脑，它感觉到了你的血糖升高了。正常的血糖呢是 3.9 到 6.1， 对吧？嗯，对。你吃完以后呢，它感觉到糖浓度升高了，于是呢它发一个指令给人呢胰腺。胰腺是不是合成胰岛素啊？对，而且是它可以合成胰岛这个 A 细胞 B 细胞啊等等啊，那它可以合成胰高血糖素和这个胰岛素，作用谁呢？作用于肝脏。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一顿饭，大脑感觉到你血糖升高了，就被胰腺说血糖高了，合成胰岛素，合成这个肝脏胰岛素帮你降血糖的。肝脏收到胰岛素以后干嘛呢？就开始回收。肝脏有个功能是能把糖变成糖原，哎，不是那个糖，糖，对，糖原存起来。肝能合成肝糖原，各位知道吧？嗯。我们的肝脏能合成多少个糖原呢？100克左右。100克左右，就是你的肝脏大概能合成100克左右的肝糖原。那它把这个糖合成了肝糖原存起来了，你的糖浓度是不是就少了？嗯。那如果说你今天吃了好几碗饭下饭的菜，哎呀，这五碗饭，它肝糖存满了怎么办呢？存满了以后，肝脏存不进去了，会把这个糖转成脂肪。所以我们身体的油脂肪是糖转化过来的。各位，你知道这个途径吗？就是你胖的人大部分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超出了你身体肝脏储存的负荷能力，导致它变成脂肪了，存不进去了，变成脂肪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发现怎么吃都不胖，为啥呢？因为你的肝脏还合成一种营养叫卵磷脂，来说讲了，它能让油溶于水代谢掉，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一个运转的过程。好了，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明白道理哈。那糖还有个第二个需求是什么呢？是能量燃烧，比如说你跑步啊运动啊，变成到你的肌肉里，变成肌糖原给你提供能量了。所以糖大部分两个途径，一个是合成糖原，一个是合成脂肪，一个是肌肉运动消耗了。好了，这个原理你要明白了。那我们来研究一下糖尿病是怎么产生的哈。首先第一个假设，我们以糖这个角度来讲，你糖吃多了，大脑让胰腺合成胰岛素，你吃太多了，合成更多的胰岛素，它会不会累坏了？对。像什么概念呢？像近视眼，对不对？我们这边都有近视眼，那很多小朋友戴眼镜啊，很多姐姐戴眼镜，小朋友眼镜啊，戴眼镜。那这个眼镜你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当初为什么配眼镜呢？是为了看不清远处，为了看清远处配眼镜。嗯，我们看近处我们配眼镜吗？不是。但是你戴眼镜是为了看清远处，但大部分你都是戴眼镜看近处。对，看近处需要100度，看远处需要200度，不断的戴着200度眼镜看近处，你变成了200度。你看远处需要300度了，你就得戴着300度眼镜，然后看200度的近处，都是越来越大，是不是大爷？胰腺也一样，胰腺也一样，吃了一口什么影响？明天吃了2碗，后天来个下饭的，吃的越来越多，运动越来越少，导致你的胰腺拼命合成胰岛素，拼命合成胰岛素，哗，累坏了，变少了。它合成变少了，你血糖不就高了吗？嗯，所以这是一种现象，这是一种情况，就是你吃的实在是太快了，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导致的一种啊糖尿病。好，我们看第二种，我们以肝为中心来看一下，胰腺合成胰岛素给到肝，肝受胰岛素接收信号，我开始干活，合成糖原，储存脂肪，总之要把你的糖血糖给降下来。
可是如果说肝脏受损了呢，你这个胰腺过来胰岛素，我说没看见，我没看见，我不干活，胰腺是不是开始合成更多胰岛素来呀？嗯，我没听见，还不知道，还合成胰岛素，最后把它给坏了。哦，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吃的很多才有糖尿病，可能是你肝坏了，最后胰腺拼命合成，拼命分泌，把它给坏了，造成的它胰岛素分成不够，造成了糖尿病就来了。因为糖尿病的一血是不是合成不够啊？是，血糖就来呀。所以第二种情况是你的肝脏坏了，而且这种情况下最多见，因为你的肝很容易坏，熬个夜了，生个气了，别人说我一下了，骂我一句了，看我一眼了，看个手机了，熬个夜了，喝个啤酒了，喝个白酒了，喝个混合酒了，说你伤肝的机会太多了，啊，太多了。便秘了，腹泻了，这个吃抗生素了，吃感冒药了，吃各种药了，说你伤肝的机会太多了。那它受损了以后，会造成它胰岛素不敏感。所以糖代谢一般发生胖人居多，就是因为前期啊，吃肝脏会把它合成糖原，吃多以后会合成脂肪，对吧？脂肪，但是因为肝受损了以后呢，卵磷脂没有了。不合成了，导致它合成的脂肪代谢不掉了，所以人先胖，后期的时候它坏的更严重了，它信号不敏感了，它就坏了。所以为什么在医学上糖尿病是不死的癌症或者是治不好，就是因为它涉及的器官太多了，肝、胰腺、饮食习惯、运动。所以在营养学上，你想调好糖尿病，第一个确实你要控制饮食，全是控制了。第二个，你要确实要有一些锻炼，帮你消耗这一部分糖，消耗一部分热量。然后呢，当然如果有无糖液，你就可以放松放松一下，对吧？第二个，然后干嘛？你修复肝，修复肝，修复胰腺。但是医学上没有办法帮你修复，所以医学上它就变成治不好。所以这句话也是对的，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某种药能把它给你治好，这个是骗子，也是对的。嗯。啊，各位，我有讲清楚吗？这个都是逻辑出来，你看家俊都说清楚了。所以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而这三个通通是肝的作用。所以最不容易被人重视的是蛋白质代谢，因为是它先出现了异常，紧接着它俩才异常。所以你看很多人都说呀，这个肥胖是万病之源，胖人容易得糖尿病，对吗？对。但其实不是胖才有糖尿病，是脂代谢异常和糖代谢异常是因为蛋白质代谢先异常才导致了这两个异常的。啊。也就是说本质上是因为蛋白质不够，你的肝脏容易出问题。因为肝脏它本身自己也需要提供营养和修复，肝脏是不是干活？嗯，它干的最多呀。你所有的营养全需要经过肝来干活，你还伤害它，动不动生气一下，然后呢，动不动就吃个药啦，喝个酒啦，对吧？庆祝生日干一杯，庆祝节日干一杯，过年干一杯，春节干一杯，元旦干一杯。中午吃饭来一杯，心情好来一杯，心情不好来一杯。有个女朋友来一杯，分个手来一杯。是不是？不知不觉就来了很多杯。公司聚餐来一杯。就是你发现喝酒的机会太多了。昨天又刷了抖音，又看到一个报道。现在很多消息来源于抖音呢，就发现说酒精对肝脏的伤害特别大，就所有就据说好像是其实各种癌症都跟喝酒有关系。哎呀，说酒精不存在，说少量可以什么健康活血呀，只要喝酒就有伤害。哦，就是能喝就别喝，什么叫酒怡情？大酒伤人是吗？对，就是尽量能不喝就不喝，能饮饮料代替就饮料吧。啊，所以还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肝，小心肝，所以这个很关键。各位，如果你明白这一点，
你是不是不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了？对，这第一个嘛，那我们要补充好蛋白质，不要让自己身体出现肝脏受损，受损以后软磷脂和肾结石，如果正常怎么办？你多补充点呗。如果有脂肪肝啊、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啊、心脑血管问题，你就软磷脂解决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常识是不是人不是死于一病，而是死于不治？所以去医院挂号的人，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大部分都是不会吃软磷脂的，而大部分的生活习惯是有问题的。就你发现你，我们往后推哈，逻辑分析，糖尿病的起因可能是因为你肝出问题了。肝出问题的起因可能是因为你的饮食没有蛋白质。嗯，那饮食为什么没有蛋白质？蛋白质一般什么时候吃？老钟吧，吃饭。各位，你分享一下，就是对你的早中晚一日三餐有没有怀疑过？我们早饭吃什么了？豆浆、油条、包子、煎饼，我来一套，对吧？好点加个鸡蛋。嗯，都不吃。带有营养的加两个鸡蛋。还可能不吃早餐的，对，是吧，严医生？几年不吃早餐？我跟你讲，我们院长是协和医院退休过来的，他在协和30年没吃过早饭。对，你不能不能给他错误的。现在30年没吃早饭，当院长的，谁给他不吃早饭？现在身体出现很多问题。对啊，就是各种指标，血糖、血脂、胆固醇全升高。是，就是你这种修复很难走，因为你几十年不吃早餐，那你身体严重缺蛋白，那你这种东西怎么修复？你蛋白你一口一口吃，那一点点吸收啊？对，你中间断了，完了还修复不上。所以你想一想，30年不吃早餐的人是什么样？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好好重视早餐，因为早餐是最有这个吸收最高的一餐。你大概好好吃早餐，能占你一天70%的营养的利用率。早餐是你肠胃最好吸收最好的时候。你发现现象，你早餐不管你吃多少，到中午都有饿的感觉。对对对对对。那不信你早上就7点钟吃了早饭，7、8点钟吃了早饭，你到12点都有饿的感觉。哪怕你吃到撑，你到中午都饿的感觉。对。那你下午都不一样。嗯。对，是。你中午吃多了，晚上真不饿。对。是不是啊？对。就是你早上它肠胃的利用率吸收特别高。所以有好东西放在早上吃，就是蛋白质啊，要在早上多吃一点，干嘛呢？给你一天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嗯，你晚上吃太多的蛋白，是不是不好吸收啊？是。我们长时间认为的那什么肉类啊、蛋类啊，吃完是不是不好吸收？对。但是放在早上吃就很好，啊，给你提供很好的营养、很好的能量。所以你发现。归根到底来源于生活习惯。你看健康的人呢，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把吃饭好好吃。嗯。你听听到什么几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的健康？嗯，没有。很少吧？是不是？健康的人一般很重视饭，尤其是早餐很认真。第二个呢，健康的人心态都好。嗯。我看过很多报道，比如说长寿的人，有人说是喝酒的，有人说是我吃好肉的，听不听过？我听过吃红烧肉，然后有人采访老人100多岁了，然后说有个爱好是怎么活这么大年龄的，他说我天天喝酒吃红烧肉。嗯，对。但是你能把这种个例当做一个普遍的这个共性讲不能，但是发现有共同特点就是心态好，我觉得这个可以普及一下。嗯，对，对吧？能做到就普及一下，做不到的就是你让自己去，我们自己不了。对吧？不过确实，你说这么报道说喝酒有伤害，关于前癌症，他那边长寿的告诉你，说我喝酒吃肉，就他一个人，嗯，不是那么多的人，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酒还是少喝一点哈。然后呢，我们今天重点是这儿，就是肝、蛋白质、脂和糖。就如果你能解决这一个问题，几乎你就不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各位，你知道？还有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胆固醇。胆固醇、尿酸，对吧？嗯。我这一块讲啊，因为很多人这两个升高的人，这两个地方也高。嗯。胆固醇高。胆固醇是肝脏合成的，70%-80%都是肝脏合成的。很多人我不吃胆固醇高的食物，你也降不来，因为你肝脏合成的。那怎么办呢？
卵磷脂如果够多，它就能把它合成胆汁。胆汁就是肝脏用胆固醇合成的，胆汁不合成的少，那你的胆固醇就多。所以你发现胆固醇高的人往往都是肝受损的人，肝受损的人。所以那怎么办呢？你修复肝是不是比较慢呢？你就可以吃点茶毒，把你快速排一排就好。吃茶毒能够帮你快速降低胆固醇，但是不能帮你修复肝，你还是修复肝，它也是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血脂高怎么办呢？可以吃点鱼油啊、卵磷脂啊，快速帮你解决血脂高这个问题。但你不修复肝，本质解决不了，对吧？因为它是肝脏合成的，主动并合在肝的，所以你要修复肝，合成肝。然后尿酸的问题呢？尿酸在肝脏中，你看医学上认为尿酸一般是肾，一般是肾代谢，可是肾代谢的很少，大部分其实都在肝脏里面。英国有个科学家叫艾德利·戴维斯，他就写了一本《营养学巨著》，其中就里面就有这句话，就是在有足够的维生素 B5 的时候，就是泛酸的时候，尿酸会被肝脏分解成尿素和胺，就代谢掉，就肝脏很好，还有维生素 B5 被利用。所以建议好好吃贝类健。平时你知道什么食物含有泛酸吗？我就知道贝类健。那维生素 B 啊，好好吃的这两个，你不会尿酸高啊。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再去控制回来找就很难很难。你预防一下就很简单呀、啊。对。啊，尿酸的问题，所以你发现代谢性疾病病根全是肝。那么你想一个问题，这些所有的数值全通过你的血液来运输，对吧？血液运输，你说正常你的血液是很干净的，突然血脂高了、血糖高了、尿酸高、胆固醇高了，这血脂血液结构发生变化了。各位，它所流过的每一个器官，你觉得能健康吗？不能。血管的浓度升高以后发生什么问题呢？会有血管炎。血管炎，因为它血的浓度变高了，会上血管，会造成血管的炎症。可是你的血管是遍布全身的呀，你的整个器官是泡在血液里的呀。所以你发现，当油乎乎的、黏乎乎的这个血液流遍全身的时候，流到你肾的时候，会把你肾给伤掉。所以一旦这个人有脂肪肝了，你要重视。接下来伤的不只是你的心肝脾肺肾，是你的全身，因为血液浓度的这个变化以后，会产生全身的血管炎。血管是连接五脏六腑的，首先第一个你会有肾的问题，会有肾的问题，因为肝是解毒的，肾呢是排毒的，它是过滤血液的，肾小球、肾小管都是过滤血液的、排毒的。那如果你血液比较脏，会很容易把你的肾的滤网给堵掉，会造成肾炎、肾小球肾炎，你就会容易出现尿凝血，会出现尿蛋白，会出现等等肾囊肿啊、肾炎呐、啊，包括最后的肾衰。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你的血液太脏了，血液太脏引起的肾病啊，肾病。那你这个血液只流过肾吗？它会流过心脏。你的心脏在压缩泵的时候，它压缩的是水管还是充满垃圾的这种血管，不一样的。它平时泵一下打出的血液，现在需要泵两下才能过去，因为超了嘛。可是泵两下，医学上叫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就来了。那时间长了，这样会不会像胰腺一样累坏的？不会，就这样放颤了，没劲儿。所以心脏如果没劲了，那你车的发动机都出现问题了，那你就是大事儿。心脏犯事没有小事。所以那你想一想，你心脏如果没动力了，你的血液本身就粘稠，它会不会更容易造成血管堵？会。所以你想想，因为你这个血管太粘稠了，然后造成了你的肾受损了、心受损了，然后肺会容易受损。会不会有很多人去体检发现有肺结节、肺大泡？然后肺部纤维化，其实全是因为血液太脏了，因为它需要气体交换，它需要血液带来的经过，会造成你的肺
栓塞的问题，是有一个叫肺心病，对，肺动脉心动脉连接会造成这个，哎，总之你就记住一点，你只要你血太脏了的话，你全身五脏六腑都有问题，这个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还有看不见的问题，就是中医的理论，我用中医的理论来你解释一下。我们看得见的就是医学上的常识哈，就是你血，一个人血如果太脏了，会影响到你的心、肺、肾，到最后你的全身都有问题。你到医院，你都不知道挂哪科。医生是这样的，你挂哪科，我问你治到哪。所以医学上都是控制。有一个前两天有一个人问我，多囊卵巢综合症怎么调？啊，遇到这种问题，听见过？听过。多囊卵巢综合症，它是一个整个在上面全乱了，就然后。我问医生，我问我们内分泌的主任，他说这个问题啊，病在哪不知道，太复杂了。你只能是哪出问题，我问你治哪。眼睛出问题了，问你治眼睛；血压出问题了，问你开降压药；然后胃加不规律了，问你服药。总之哪出问题就哪。其实也合理，医学嘛，反正就是控制。所以我刚才是不是讲重点讲肝？对吧？想调肝，其实建议大家一点，就是吃好你的早餐。早餐很重要，在你的早餐要有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就是建议大家吃好健康早餐。要有什么呢？要有蛋白质，就是在你的早餐中最好加蛋白质粉。因为早餐你没有时间做饭，你要买地摊吧，又贵，然后又不干净。我今天刷了个视频，恶心死我了。你笑这么想想，是那个，我今天有多软？就是包到下面一脚鞋踩的那个，啊，不是，是挺软的啊。我看。啊，我看一个，就是一个早餐做包子馅的，然后一个人穿个黑色的皮靴，或像一脚踩。哎呦，真恶心！哎呀，穿之后。是装糖葫芦。啊，舔过是吧？是吧？我也看到了。还是舔一口，是吧？舔一口糖葫芦，穿的。这边给你舔一个，如果你是开早餐店的，那个肉你是用便宜的肉还是贵的肉吧？便宜的。好，蹲在早餐中很重要，要加蛋白质。然后呢，建议大家蛋白粉就少了。然后呢，贝利健是什么呢？就是它里边包括了所有的维生素、矿物质都包括了。你想通过饮食来吃这些维生素、矿物质，你吃不到，你没有时间吃，你也吃不下去。但是这两顿就可以了。它因为贝利健里面是一盒嘛，一半包括了所有的维生素，一半包括了所有的矿物质，你就一样一顿就可以了。蛋白质有了，贝利健有了，你所有的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拿到了，再吃点鱼油，提供好的油脂，然后呢，再吃点果蔬纤维素，解决了纤维素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还有个乐鲜，解决了碳水化合物的问题。这乐鲜很好，它包括了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很全。总之吧，你在早上这样一吃，两分钟一摇就可以了。反正我每天这么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做饭捯饬，然后也没有时间，那医院嘛都比较忙，就是摇一摇一冲，摇一摇两分钟解决了。对，我背着带着，有时候在办公室吃，外出了带着回家刷去呗。对，总之方便还有营养。是，这些营养能够很好的给到你肝自我修复，肝好了，你的三大肝腺才正常，它不会有任何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健康早餐真的是调理身体所有疾病的灵丹妙药，不是说这药啊，这个比喻，就是你好好吃，几乎你很多代谢性疾病、慢性疾病通通都能好。好好吃，那我们中医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健肝治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还行啊。那你听没听过叫肝随脾生？这听过吧？我还有新朋友，我再讲一讲啊。我看时间还可以啊。你看我们中国听过一句话叫左青龙右白虎哈。对。左青龙右白虎。啊，青龙白虎。我怎么写？虎啊。
上朱雀下玄武吧。上朱雀下玄武。这个青龙呢，龙是不是往上升了？对。青色浪，整体代表肝啊，这个肝。然后这个白虎呢，是不是下山猛虎啊？对不对？虎是往下走，对吗？而白色呢，对应人的肺啊。对。人的肺。那朱雀呢，就是凤凰，红色嘛，红色是不是代表心脏啊？在五行是代表人的心脏。然后玄武呢，就是龟蛇兽啊，黑色，我们讲代表人的肾，对吧？然后中间是什么呢？对应黄牛嘛，黄色中间是叫脾胃啊，啊，这个可以多理解讲一下啊，这个脾胃，所以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其实对于人体来讲，青色是肝，黄色对应的是脾胃，所以你发现早上都吃了黄色食物，是不是？你的对健脾胃吧，对，啊，健脾胃，然后呢，白虎。就是肺型白色嘛，吃白色食物养肺的，什么白萝卜呀、白梨呀，管住肺的嘛。那冰糖雪梨，对，冰糖雪梨。然后呢，玄武是什么呢？是个龟蛇兽。然后呢，黑色代表肾。你看什么黑色的食物入肾呢？黑芝麻啊，对吧？黑豆啊，入肾的。好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人体的气机循环图。气机循环图，那左上面升，右上面是降。左升右降，那肝呢是往上升的，然后呢肺呢是往下降的，叫肺气往下降，而心呢心火是往下降的，肾呢是往上升的。因为今天我前面缺钱那一块儿啊，是吧？我都简单了解一下。那它是循环起来的，就是心火往下降，肾水往上升，中间经过一个脾胃。那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像一个枢纽一样，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脾胃不通了。会造成火降下来，水升不上去。那个心火如果下不来，往上走了，人就出现虚火烧头，睡不着觉啊，烦躁啊，口干呐、啊，渴呀、啊，上面热，下边凉啊，总容易上火呀、啊。所以你发现有上火吃细胞霜没用，你给它调到肾就好了。为什么呢？它上火是因为火降不下来，为什么降不下来呢？因为肾水升不上去。它为什么升不上去呢？因为中间堵了，这是脾胃。所以中医是讲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这个很关键。那中医要讲肝随脾升，脾是往上走的，胃呢是往下降的，所以脾是往上走。那肝随脾升，也就是说你想肝好，脾先好，脾不好，肝不会好。我刚才重点不想讲肝了，对不对？对，你就讲脾了，是不是？肝随脾升，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想调肝，前期你要先调脾，脾好了你的肝才好，脾不好肝好不了啊，脾不好肝好不了。而脾胃是后天之本，真的很重要。因为目前发现，你发现在西医里啊，西医没有脾虚的概念。西医，一般讲我们中医叫脾虚，西医讲什么呢？西医叫消化不良，对吧？西医消化不良，其实就是中医的脾虚嘛，脾胃不和。那中医讲胆随胃降，就是胆啊，胆火随胃降，而肝随脾升，这样循环起来了嘛。心火往下降，肾水往上升，所以肾是先天之本，肾不好，这些都不会好，免谈。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现在身体出问题，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脾伤到了，脾伤了以后，心火降下去，肾也上不去。都堵着了，所以那脾怎么伤的呢？脾怕什么呢？脾怕寒凉，吃个冷饮了，吃个冰棍了，吃个冰镇啤酒了，什么哈根达斯啦，什么麦当劳的什么什么饮料啦，可乐是不是加冰才好喝？对，我们对的人都喝过的。嗯，所以你发现，我们想要调肝之前，我建议大家先补脾，先补脾。补脾用什么呢？用姜黄和益生菌。最近我们很多人都在吃，就是这个体验健脾特饮，对吧？姜黄加上益生菌，这两个一吃，哎呀，那个脾调的奋发图强，一泻千里，惊天动地，对吧？吃过的人就有感受了。姜黄和益生菌。
那益生菌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肠道里的菌群。肠道里的菌群呢有三种，一种是坏菌，一种是好菌，中间呢是两面派，它们按指定的比例去存在着。如果好菌多了的话呢，这个中间菌跟它一起欺负坏菌；如果是坏菌多了呢，中间的菌跟它一起欺负好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干嘛呢？就是提升你的好菌的力量。益生菌大量的补就可以提升好菌，然后拉拢中间这个两面派一起打倒它。所以吃益生菌重点是量大，压倒性的战略一起吃。所以益生菌其实就等相当于脾。你发现现象哈，一般脾虚的人会容易拉肚子，容易上厕所。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身体中医讲，人的水是怎么代谢的呢？是我们喝进的水啊，经过脾的蒸腾往上走入肺。比如你的冬天你哈个气，是不是哈气？对。那气哪来的呢？就是你的脾蒸腾，把你的水分入肺，然后变成水蒸气上去。但如果不能蒸腾呢，就入肾了，就压回去了。所以你发现脾不好的人，你喝水就上厕所，一会儿上厕所就上厕所。那脾不好的人，那他入不了上面就热，上面就干。西医有一个疾病叫干燥综合症，没有病根，不知道怎么叫。你可以说他内分泌问题，也可以说他是就是很多代谢问题，西医叫代谢综合症。你发现很多疾病在西医都没有答案，都不知道病根在哪。你去查很多疾病，百度也查一遍，告诉你病因不详。对，其实在中医都有答案，因为西医不懂中医的理论嘛，白天不懂夜的黑嘛。嗯，那他的理论就是。脾受损了以后，它不能让你的水分肾水上不去，不能让入肺，不能蒸腾，造成上面比较就是缺水就增肝。那所以你的脾就很关键，所以重点就是脾。如果脾不好，肝升不上去，肝不好，然后呢脾胃就是一起嘛，所以胆火降不下来，肾水升不上去，心火降不下来。你说脾重不重要？重要。所以其实刚才跟我讲的那个肝不好，你的血血管不好，然后全身各个器官都不好，其实差不多一个意思。而它中医重点就是脾胃后天之本，怎么得脾胃呢？就是益生菌加上姜黄。我们很多人都在体验，就是八条益生菌加上八条姜黄同时吃，常温的水不要超过40度，因为益生菌怕热。冲完了在一起，很多人的症状都是腹泻。喝完之后干嘛？因为脾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寒气往出排，所以你喝完之后呢，很多人的症状就是往出排，腹泻，有的人泻得特别厉害，啊，是你是一泻千里啊，还是说是今天冬季气鬼人呢？就是反正最好你吃姜黄益生菌，最好选择你休息的时候，就是离马桶别太远，不要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吃，小马桶。而吃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吃完会有腹泻的感觉，因为什么呢？因为脾在帮你排湿排寒，因为中医讲湿则寒，寒则凝，凝则流，凝则癌，到最后就变成癌症。所以咱们这个张仲景有一本书叫《乍热》嘛，就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湿寒引起的，就是伤了你的脾胃，导致你的各个器官它运转不起来，不通了，导致哪都就它一受损，哪都不通了。不通了，各个器官全有问题。所以中医讲先调脾胃。我刚才说讲看得见的是肝，看不见的就是脾胃。看不见的决定了看得见的。肝随脾生，想当肝之前你先调脾。现在吃完那口老汤，有的人反应很大，有的人感觉不是很大，就是因为你的脾虚了以后代谢不起来呀，再好的营养素它运转不起来呀。所以我建议大家，你想调身体，想调健康导那想吃健康导之前，先吃姜黄益生菌，吃它半个月到一个月。我们的经验是你吃半个月，一开始的排便腹泻慢慢就好了，待个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你就排便正常了。当你排便正常的时候，你发现惊奇的发现，那脾肺变好了，身材也好很多，然后各个问题一般都好了。
很多伙伴吃完以后会有排痰的症状，有口干的，然后呢还有什么起痘痘的、上火的，然后还有腹泻的、头疼的、头疼的、困的。但是你的症状一般持续两三天就没了。对对，是不是？是。当你症状没了以后，你就发现你的身体的质量层次就上了一个台阶。嗯，就你的体质会更进了一步。嗯，我有感受。以前我上课的时候，我几乎能站20分钟就站不住了，就腰不得劲儿。开车可能开的就是经常坐车嘛，开车嘛，就说腰酸站不住，从一般站10分钟我就跑去隔壁了，或者能坐着去了。或者去线上听直播，只要是没有做，一般都看不着我。真的，连都站不住。后来我喝完之后，我发现，哎，能站住了。先把你身体用营养素，怎么都调不好那样微微的感觉，能给你去掉，这个很好。我用营养素，我也用过银杏，也用过那个汉本萃宝源，用完之后。确实以前还有疼，现在不疼了，没有感觉了。但是早上起来一瞬间还有微微知道腰在哪儿。你知道腰在哪儿不就是有舒服感觉吗？不疼就是有感觉，但是吃完健康益生菌感觉没了，腰在哪儿不知道了。这个感觉很好，不知道你的胃在哪儿，就好了。不知道你的肝在哪儿，不知道你的心在哪儿，那不行啊，在跳。不知道你的各个器官它的运转就是健康的表现。所以姜黄加益生菌，我建议大家先调肝之前，就是你要吃健康早餐，先吃之前你要先调脾胃，把你的运转起来。吃完之后你不腹泻了，哎，你就可以吃健康早餐了。那个时候事半功倍。你就体验，因为我们有个群大概好几百人，每天他们都在发，就是吃完的感受，啊，这个变好了，那个变好了，好消息不断。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我的，先进群看看别人的感受，对啊，你就不会害怕了。否则你吃完之后，哎呦，腹泻了，然后是不是你先体验好了？总之不要害怕，吃了以后可能出现各种症状，哪不好哪有症状，啊，但是接着吃，大概半个月，你这所有症状全消失以后。你身体上一个层次，你再吃营养素那就无敌了。怎么样？好，好，姜黄益生菌太明显了。嗯，建议大家好好体验，好不好？好，那我好好体验，各位体验一下。好。卫生巾怎么样？好。就说明他自己都觉得真好。对，我们是不是能够去感受到，一个人没有知识要有常识，没有常识是不是要走进教室来学习？对，今天我们最小的学习者六六，两岁多一点点，在这很认真的边吃边学。啊，那我们学习之后才发现啊，刚刚就是一开头，回到一开头那个影片。是不是讲到了每个人现在在追求的是叫什么小康生活，而全民小康的前提是全民健康，如果没有健康根本不可能有小康，如果没有健康连中产阶级都能中年返贫，是不是？老师讲过中年返贫的人当中1/3是因为自己或者是家里边的人身体生病，对，也就是去找医院去找李院长去了，可是今天我们是来这里听的，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健康一定要交给学习后的自己，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些知识和常识就是我们健康的守护者。在大概几年前，也就能有那么3-4年前，就疫情之前，我们会发现我们提倡的是什么呢？提倡的是一个家庭当中至少要有一个人是懂营养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一个家庭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懂营养的。而在疫情之后的今天，国家的提倡已经改成了，一定要让每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那这种变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因为我们的意识越来越强。第二，就是带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市场，你可以透过自己健康帮别人健康传播健康，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获得财富了？对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老师正在深圳办理房子的手续。哇，什么房子呢？就是逛街的时候买的那栋。
我们张霞，用我们张霞姐的话说，老师总是在逛街的时候买房子。各位逛街的时候都买什么呀？买奶茶了。啊，这一说买啥就知道是为啥了，是吧？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逛街的时候去看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有的时候还没舍得下手。对对吧，尤其是看看车什么，对吧，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下手的，怎么地得逛上个几年，是吧？可是呢，老师在逛街的时候就买了栋房子。所以说财富是从哪里来的，真的就像今天啊一开头这影片就讲到的，我们自己要先健康起来，对吧，然后我们都成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然后呢像我们的老师一样把自己变健康，然后呢帮助身边的健康，再传播健康，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好，再拿出，再次拿出热烈的掌声，感谢李院长的精彩分享。精彩不断啊。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就迎来了我们每个月第一个周五，一定会去学习一堂课，叫做目标计划与行动。那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月之计在于月初，要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所以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月呀，就快过年了呀，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会发现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因为普通的人过年就忙过年去了，而真正智慧的人，成功人过年都在忙赚钱，都在想着怎么能够让自己接下来的一年会更好，因为年呢是一定会过的，而且会过得越来越快，我们总觉得我好像刚过完年又过年，那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那么多的美好的祝福，去年是今年应该还没过去哈，是牛年，对不对？是啊，各种牛牛牛牛的祝福还言犹在耳哈，然后呢现在就已经出来各种虎虎虎虎的这个祝福了哈。那最重要的是把这种祝福真正的去变成事实，让我们一年比一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就像那个故事讲的，对吧，有一个业务员跟领导汇报他们的这个收成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就说汇报领导，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收成哈，虽然没有去年好，但一定会比明年好。你听懂了吗？就一年比一年，对不对？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年比一年好，对不对？那怎么能够好？就要去跟真正一年比一年好做到的人学，就是我们的老师，对不对？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期待着神秘嘉宾吧，应该这么讲哈，神秘嘉宾为我们带来，为我们这个给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点哈，因为老师说旅游都需要导游，人生需要导师，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定要有目标啊？有目标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航程，对不对？对啊，那么也共同期待更多的学习，也期待大家越来越好，健康越来越多的好消息，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